是吗？我希望我成熟吧，希望成熟一点，希望成熟一点，不要再那么幼稚了。但我真的，一般人配不上，一般人不配他的，真的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个声音大不大，家人们？哟，今天又漂亮了九分。我今天没有带了个特效，也没有化妆，你还说我漂亮了，那谢谢啊。合适，谢谢你们啊。那剩下的全是鼓励我的、夸我的、爱我的、疼我的、宠我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。那我现在不打扰你们了。不打扰你们休息时间了，然后你们该吃饭的去吃饭，该洗澡的去洗澡，该睡觉的去睡觉，该看书的也去看书吧。我们的朵儿真美，应该一般人不会了。谢谢啊，谢谢你们看这么看起我。哦，哎，家人们，对不起。你这个眼镜儿是装饰店买的，你这个眼镜儿在哪个装饰店买的？这个是你也需要休息，不要浪费你宝贵的时间，不然还会聊很久的。对，就跟你们聊天我很开心，真的。咋样都漂亮，不需要包装，谢谢，荣城千副手。谢谢送来粉丝灯牌，谢谢你们，那我们大家一起休息吧。